这句话大家记起来了啊，如果你上面 MSTR 比分母的 MSTR 大很多的时候，如果比它大很多的时候呢，你大到超过一个临界值的时候，那就是你对 H0 reject 的时候。为什么？因为在那个时候你会发觉 MSTR 膨胀了，似乎膨胀到一个超过临界值的地步了，那远大于或者是 超过那个临界点呢，而大于 MSE，MSE 它是一个 sigma 平方的象征，啊，那所以这个时候就是你可以拒绝的时候，否则的话呢，就是不拒绝 H0 的时候。所以我们用的检定统计数就是用 MSTR 去除以 MSE， 这样懂吗？刚刚有同学问两个不错的问题啊，一个是季佳丽问的问题，就是你为什么 XIJ 减 X 的 J bar 平方 这个东西跟 sigma 平方何关呢？为什么它可以当做 sigma 平方的检定统计数？以及为什么这个也可以当检定统计数？讲错，为什么他们这两个当 H 0为真的时候都可以跟 sigma 平方？ 当做检定，不是检定，当做估测量。为什么可以估测 sigma 平方 ？S 平方是不是可以估测 sigma 平方？在正常情况下 ，S 平方是不是 sigma 平方的无边估测量？对吧？那你来看一下 S 平方长的样子是怎么样啊？来看一下 S 平方。S 平方是 x i j 减 x dot J bar 平方相加总 ，I 从1到 Nj 除以 Nj 减1，这个东西是 Sj 平方，同意或不同意？ 看出来了吗？我如果把J拿掉，你就看得出来了。我跟你讲，大家都被这个 J 搞混。我把J 拿掉的话，你就很清楚了，不是吗？我加了一个 J， 只是为了标明这是第 J 个母体里头抽出来的样本的样本平均数，如此而已啊，就第 J 个母体而已啊。我把J 把它加回去，就是这个东西啊。 我J把它拿掉，它不就是 S 平方吗？所以为什么它可以当做 sigma 平方的估测量，而且是无边估测量？如果重叠的时候，这个也是啊，同样的东西啊，我把J拿掉可以不可以？我把J拿掉，不就是 X bar 去减掉 X bar bar？ 为什么 X bar 减掉 X bar bar 也可以当做是无边那个 sigma 平方？ 因为你已经是重叠在一起，我跟你讲，你 k 座山重叠在一起的时候，你看到没 ？x 1 bar 不，第一个第 k 个全部都在这里头。请问一下 ，x 1 bar 在这边 ，x 2 bar 在这边 ，x 3 bar 在这边 ，x k bar s 什么 bar， 通通都是同样一座山里头，不是吗？那个时候的 x j bar。 就相当于是 X I 的概念了嘛，通通都是自个人，都是一家人，都是在这个地方的。所以你 X 什么 X J bar 啊 ，X one bar、 X two bar、 X K 什么东西没有关系，通通就是在同样一个茶壶里头的风暴。所以你看重叠的时候，你看第 J 一个 bar 跟 X 88 ，X 88 可以当做是整个的母体的一个。 总平均在这个地方，通通都是同样一个母体内部的事，所以重叠在一起的时候，这个东西也是变成内部的事，这个东西更不用讲，它是内部的事，所以两个东西通通共同具备了 S 平方的形式跟内涵，所以都可以当做 sigma 平方的估测量，而且是无边估测量，对不对？
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为什么他们这两个东西可以当做 Sigma Pi 的无边辐射啊？理由是，本来他们两个的形式跟内涵本来就是具备了 S 平方的内涵啊。S 平方是 Sigma 平方的无边辐射感，所以当然这两个也是 Sigma 平方的无边辐射感。这是第一个问题。刚刚王文宇问一个问题，这个也是不错的问题啊，就是，你为什么是用 mean？ 你知道吗 ？mean 是什么意思啊 ？mean 是除以它的自由度，不是吗？你看，你是这个。你看，为什么要除以它的自由度？各位同学，我们原先讲说，我们讲样本变异数的时候，是不是也是除以自由度？上学期前面一开始也讲，为什么它的自由度是 n 减一而不是 n？ 我们除以 n 减一，不是除以它 n 减一个，不是啊，这边明明是 n 个，怎么是 n 减一个呢？所以我们除的是什么？是自由度，不是除以它的个数，记不记得？所以 s 平方本身就已经有什么概念，你知道吗？S 平方本身就已经有 mean 的概念了， sum of squares 除以它的自由度不就是 mean square 的概念吗？所以 S 平方本身就是 mean square 的概念，懂我意思吗？懂我在讲什么吗？ mean square 是什么意思？ sum of squares 除以它的自由度，平均每一个自由度贡献了多少平方和，是这种概念呢、啊、不是吗？所以叫 MS， 叫 mean square， 不是叫 sum of squares， 对不对？对吧？有问题吗？有问题就举手啊，不要等到下课，干嘛等到下课？他们两个都问的是好问题，所以我拿出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你一定会想说，对啊，这两个跟 Sigma 平方何干啊？为什么他们是 Sigma 平方无边辐射量啊？然后还有，你为什么除以它的个数？为什么除以它的自由度？我现在告诉你，本来你的 S 平方本来也就是 sum of squares 是除以它的自由度的，不是除以它的个数，不要弄错了。所以 S 平方本身就已经具备了 mean square 的概念，也就是平均每一个自由度贡献了多少平方和，本身就是 mean square 的概念， S 平方本身就是 mean square 的概念，对不对？可以吗？所以 MSTR 也好， MAC 也好，通通都是 mean square 的概念，都是平均每一个自由度贡献多少平方和，扛起了多少平方和那种概念。好，所以才会呢，你看这边也是全部去除以它的自由度 mean square， 平均一个自由度顶了多少的平方和，所以它本身都是 mean square 的概念，又是 S 平方的概念，通通都是。所以你看我们的第十一章，我们刚讲到刚上学期的第十一章，先拿过来看一看，你看了没？这个我们说它是 F 分布，对不对？第十一章494页，你们刚刚讲了，这个是第一个母体的样本变异数，第二个母体样本变异数。各位同学，你看看这边的 S 平方是不是已经都是 mean square 的概念了？你不相信？你看看，第一个 S 1平方不是 n 1减一，然后上面是 x i 一减掉 x 一 bar 的平方。你看，这是 S 1平方 ，S 2平方。
记得要除以 n 兔减一。你看，又是 mean square， 又是 mean square， 通通都是 mean square 的概念。所以 s 平方本身就是 mean square 的概念，就是我们这边所谈的 MSTR 啦、MSE 前面都是 M 概念。可以吗？所以都要注意它的自由度。这边是重要的观念了，就是说穿了也没什么，就是说你要了解，把它导清楚，它是什么意思。通通都是 m square 是除以 m square，m square 是除以 m square 的话，请问是什么分布？你现在知道了吧？所以 MSTR。是一个 mean square， MSE 也是个 mean square， mean square 除以 mean square， 根据第十一章的概念，它一定是什么分布？什么分布？什么分布？不就是一个 S 平方吗？这边也是一个 S 平方，不是吗？两个 S 平方去相除，两个 mean square 去相除，是什么分布？ F 分布。第一个自由度有几个？第一个自由度就是分子的自由度，分子自由度多少个？ K 减一。第二个自由度，分母的自由度， NT 减 K， 就这样子啊。所以讲了这两个多小时，就是交代这个概念。我们为了检验 K 和 μ 有没有相等，检定统计数是什么，推了这么久就告诉你这件事， MSTR 除以 MSE 就是它的检定统计数。如果这个除出来的值大过 F 的一个临界值，如果是 F 分布，大过某一个临界值，这个临界值是 F K 减一 NT 减 K， 然后右手边 alpha 就这个点，如果你这个比值超过这个点，代表它落入拒绝区了，太大了，是不是代表 MST 啊太大了嘛，对不对？超过了，超过那个程度了，所以我们无法容忍，无法接受说这两个东西是约略相等，两个东西通通符合σ平方的无边固测量的那种概念，所以我们无法接受，所以我们要拒绝说呢你是重叠的这种概念，是不是临界值超过了，超过就拒绝的，就可以拒绝 H0 了，对吧？那整个的这个Analysis of variance 的一个重要的关键就在这个地方了，啊，有没有任何问题？那剩下的就是假设检定了，这个很基本的东西，上一期大家都很熟了。啊，推那么两个小时，就是要告诉各位同学为什么，知道吗？这样我们才会放心，才能够呢去解决这个问题。有没有什么问题？有任何疑惑，马上提出来，别的同学可以听。有问题吗？吕嘉龙有问题，还是张嘉龙？搞半天是王嘉龙，张冠李戴。啊，抱歉。有没有问题？这搜寻你们每一个人的名字，就我是印象所及的。好吧，同学来看一下，我们翻开一下到549页，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课本内涵啊。课本这边从一个例子开始讲起，那我们直接的讲它后面的概念，后面的理论。那么549页的上面那个表呢，十三之一这个表呢，它谈你有三种不同样的生产方法，那么这三种不同样的生产方法的平均的产值啊是有没有相等，
就是549页中间那个 H 零 ，mu one 没等于 mu two 没等于 mu three， 那么透过呢，你把呢15个员工，然后把这15个员工呢，很 random 的，很随机的，把它给 assign 到了，分配到了三种不同样的方法啊 ，A、B、C， 那么每一个方法呢，就领了5个员工，就 replicate。重复的进行了5次，那么每一个员工使用一种方法，那么每一种方法有5个员工，所以全部一共有15个员工啊，就像表13:1那个地方，所以呢你每一种方法都有5个员工，然后得到的这个产值出来，我们可以算它的每一个方法的平均样本平均，这边你看看第一个方法的样本平均是多少，是不是62？第二个方法的样本平均是不是66？第三个方法是不是52？对吧？然后它一样可以算你的 sample variance， 就是说每一个方法它的样本变异数你也可以算出来。像第一个是 27.5， 第二个是 26.5， 第三个是31。然后开根号就是它的标准差。所以用我们刚刚所讲的这些方法呢，我们可以去计算啊，可以去计算。然后来看一下552页这边开始啊，这边告诉你计算的式子，完全就是我们刚刚黑板上的所写的。你看13:1那个式子 xj 啊 bar 啊，那么13:2的是在算呢 dj 个母体的样本变异数，多了一个 j 而已，不要被它搞混了，你不要以为这个很复杂，只是多了一个 j 而已，告诉你是 dj 个母体里头的样本变异数。然后 x88 13:3 啊 ,NT13:4 x88 的计算13:5那个地方告诉你啊。OK, 这 x88 的算法呢正常的算法是应该最前面那个式子，然后它一直等下去，可以等到呢最后面啊全部的 x8 相加除以 k。之所以可以这样做，主要是因为它的 n 都是相等的。因为这个题目你每一个母体的样本数都是5，对不对？5，所以 n1=5， n2=5， n3=5，可以事实上你这个13:5那个式子可以化成为很简单的三个 x 8相加除以3就行了。但是如果 n1、n2、n3 一直到 nk， 如果每一个 n 都不一样的，好比说第一个母体取5个，第二个母体取6个，第三个母体取10个，每一个不同的母体的 n 不一样，你就不能这样做，你一定要用第一个来做。同学知道我在讲什么吗？知道我在讲什么吗？好，然后再来看 MSTR 它是 Between Treatment 啊 ，Between Treatment， 你看到没？它的标题13:6上方那个地方有一个 Between Treatment， 意思就是说你是 Treatment 与 Treatment 之间的一种比较。是不同肥料或者是不同班级啊彼此之间的比较，那是 treatment level 的一种比较的。那 MSTR 为什么可以变成13:6那个式子呢？这是一个简化的式子。 MSTR 是不是 treatment 是不是这个式子？看到没？看这个地方这个式子啊，你看这边 I 后面这都是 J，都跟 I 没有关系，所以这个 I 这个 summation 可以把它去掉吧。同样的东西自己加多少次啊？ I 有多少个？ NJ 次嘛，直接就这样写就好了。所以13:6那个式子是这样来的，大家看好，我们看到13:6那个式子是不是这样来的？那跟 I 没有关系啊，可以把它拆掉，拆掉呢乘上一个 NJ 好了，那自由度一样是 k-1， 这是个简单的写法。大家看一下554页13:7 MSTR SSTR 啊，是这样来的。这样一来的话，你就可以用13:7跟13:8分别去计算刚刚那个例题的 SSTR 跟 MSTR 了啊。你看那个第一个例子，你看它是不是 NJ 用13:8那个式子去算 SSTR 啊，有没有跟我在一起啊？啊，
我们现在的心有没有在一起啊？啊，你现在心在想什么啊？你们想的是三十七跟十三十八，看了啊，十三十七、十三十八那两个式子，可不可以把刚刚那个例子的数字把它带进去？可不可以带进去以后，你可以得到它下方的那些数字。第一个 n 是多少？是不是五？然后乘上它的，我再计算啊，它可以计算一些，所以。SSTR 是 520,MSTR 是520除以 2,2 是 K 减 1, 现在 K 是多少？是 3, 所以得到是不是 260, 看到没？啊，所以我们讲那么多的数字上头的一种演绎啊，这么多的推演啊，最终的目的还是要告诉你它怎么去计算它。那我们可以计算 MSTR, 也可以计算 MSE 哦，你看看1349那个式子。1349这个式子怎么又变成那个样子呢？你看，我们说，这个式子啊，同学，你看，这个东西，这个东西，你看，它有一个 J。你如果把 J 拿掉的话，你就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了。在这个方块里头，东西是不是 SJ 平方？但是它少除了一个 NJ 减一，所以你把它乘上去。方块头的东西是不是等于这个？是还不是？你看，我刚刚不是讲到这边吗？是不是 SJ， 然后 NJ？J, J, J 是这样而已啊。那方块不是这一块吗？你看那方块里头是不是这个？这个不是等于它乘它吗？这个 NJ 减一乘上 SJ 平方，然后前面再加上 summation。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会得到1349那个式子的原因。所以 MSE 的计算方法是1310跟1311这两个式子来算。OK?有没有问题？有问题就提出来问吧，啊，不要闷在那边，啊。那我跟你讲啊，你可以用手算，啊，然后也用电脑算，你就会有成就感。你命令太快了，对不对？啊，一样，我跟你讲啊，这一张啊，你手算完以后啊，你用电脑再跑一次。用 Minitab 去跑一次，你可以看看 Minitab 一下子帮你跑出来，然后你手算算了半天，就是它的数字，你觉得嗯就是这样，背后的道理就是这样，而不要说你通通不手算，然后电脑帮你跑给你看，你得到一堆报表，你那感觉不一样的，啊，你要去手算，算过以后你跑电脑，得到完全一样的答案，你有成就感，你知道了啊，原来就是这么一回事，啊。所以你算的 MSE 是 28.33， MSTR 是多少？ 260。 好，260除以 28.33， 你看除出来结果是多少？ 9.18、哎、MSTR 是 MSE 的9点多倍、哎、是9倍多、哎、看到没有？所以显然你知道了，哇，那这个一定不会是重叠吧？如果重叠的话，两个数字应该很接近才对啊。它是它的多少？9倍多、哎，所以显然这个地方呢，你心里有底的，应该是什么？应该是哪种情况会比较多？应该是拒绝 H 零比较多了嘛，对不对？那我们再来看一看它的 Alpha， 如果 Alpha 是定多少？ Alpha 是定这个题目的 Alpha 是定 0.05， 是不是？那我们来看一下，你用 p-value 的算法， 0.1 的时候F 的值是 2.81， 在550页最底下，然后 Alpha 是 0.05 的时候 F 值是 3.89， 所以你看看你是得到 9.18， 是相当右手边的东西，所以显然已经落到那拒绝区了，或者是说它的 p-value 是远比 0.05 还来的小，也就比 Alpha 值小很多，所以显然呢这是非常强劲的而有力的拒绝，可以拒绝 H0， 这样懂不懂？
有没有问题？怎么都只是看着我啊？是觉得这是太简单了，老师不应该再多讲啊。OK， 好，太简单了啊，好吧，翻过来看556页，太简单了啊。OK， 所以你看它的图啊，告诉我们556页这边看，你得到了 9.18， 9.18 以右的面积就是 p value， 你的 p value 很小了，远比 0.05 还来的小了，所以呢。紧接下来看一个概念，这个概念呢也是很重要的概念，这概念叫 ANOVA table， 这还是要在白板上头画一次给你们看，印象才会深刻，光这样讲的话呢，叫你看课本呢这样也不太行。很多时候呢统计学上头会问你，请你把 ANOVA table 把它整理一下。我跟你讲 ANOVA table 就是在这个地方出来了， Analysis of Variance table， 换句话说你必须要透过这个 table 告诉我它的 variances 被切割的情形，切割成为怎么样子。现在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地方 iSources， Source 是源头，你会有什么产生 Sum of Square 的这个结果出来，那源头在哪里。第二个，这个源头以后呢产生出来的 sum squares 到底是长什么样子。第三个 mean square 是多少，不得 mean square 之前要先得一件事，就是 degree of freedom， degree of freedom， 再来是 mean square， 再来是 F 值啊，这个要起一个架势，这个架势就是像这样的 ANOVA table 的架势。 Sources， Sum squares， Degree of freedom， Number of degree of freedom， 然后呢 MS mean square。 第一个源头是什么，第一个源头是今天为什么会产生这一些东西出来，第一个来自于肥料施肥有所不同啊， treatment 不一样，施加的做所以这个肥料不同。第二个是来自于什么，第二个是来自于有 error， 人与人之间同样一种作物施加在同样一块土地上头难免会有误差存在，是吧？我每天吃饭会完全吃同样多的饭，有没有可能有谁每天吃都是吃同样分量的东西，有谁？大概不太可能吧，是吧？有时候菜好一点吃两碗半，菜差一点你半碗都吞不下去，对不对？对不对？每天会完全做的事完全一模一样吗？不会的。同样一个人为什么会有这些误差存在，这没有办法，所以才有统计学这种概念出来，才有几率分布的东西出来，才会有一个分布，对不对？有大的时候有小的时候，然后把它统计一下画出一个曲线出来，就是一个常态分布出来。所以事实上呢，之所以会有几率分布这种概念，事实上都来自于误差。为什么同样一个人写字，每天在写字，写你名字，写一个礼拜下来，今天也写，明天也写，不相信你每天早上起床先写一次你这点名字叫张颖，明天早上起来再写一次，写张颖，第三天一样的，你写一个礼拜下来，你看七次，每一个字都一样吗？每天写的张颖两个字会完全一样吗？不可能的。所以就是会有误差，所以就是因为来自于误差，然后还有一个东西叫 total。 好，来自于 treatment 所产生的平方和，我们把它叫 SSTR， sum of squares due to treatment。 第二个 sum of squares due to error。第三个 sum of squares due to total。 然后 treatment 的自由度有几个，快考一下，谁忙说，不要看别人，不要看别人。 treatment 你马上想到，哦， treatment 是 about J， right， treatment J 嘛，哦，你马上想多少个，几个 J， K J， 你明白。 SSE 是什么，马上想，
XIJ 减，这是关起门来自己的事嘛。IJ 有几个 ？NT 嘛，然后减掉几个 J，K 个 J， 就这样记起来了。还要死背吗？你们有些同学写说，哎呀，我们要背很多东西才能够回答期末考的题目，需要背吗？不需要背的，除了那个第十章的 number degree of freedom 那个东西要稍微背一下之外，啊，除了那个之外，对不对？其他东西都是理解的产物啊，需要背什么？你不理解的，你一定要把它记起来，那当然就是叫做死背了。你如果理解了以后把它记起来，那就不叫死背。所以不要认为说统计学是背出来的，你用统计学用背出来，你背背看，看你能背多少，一定是理解以后记下来。自由度 SST 多少个？把这两个相加就 OK 了嘛 ，NT 减一嘛 ，OK。然后 mean square 是什么 ？mean square 就是 MSTR 等于什么？等于 SSTR， 所以它的自由度可以减一。MSE SSE 除以它的自由度几个 NT 减 K。 那 F 呢， F 值呢，我们知道是由 MSTR 除以 MSE 算出来的结果。所以整个 ANOVA table 的结构啊就是这样的一个结构。所以你看，你透过这样的表，你会整理，把所有的数据都整理成为这样的一个表。你只要看这个表，你就可以对这个题目一目了然。所以 ANOVA table 就是这个概念。即使在回归那一章里头，回归的地方里头，一样会谈这个回归的分析的过程，一样也是透过 ANOVA 的概念来 ，analysis of variance 的概念出来，所以一样会有 ANOVA table 这种东西产生，啊，那这个就是557页最上面那个东西。那还有一个东西我没有写，就是 p-value。这 p-value 你没办法算，你一定要透过电脑去算它了啊。那么当然你要手算也可以了，但是你必须要有表啦，有一些比较精细的一个辅助。OK， 所以我们在看呢，任何一个题目看报表，我们就在看那个 ANOVA table， 然后看它 f 值的 p-value。我们就可以研判出来这个要不要拒绝 H0。 那这个题目的 H0 是什么？刚刚讲的这个例子的 mu 的 H0 是什么？ mu1 等于 mu2 等于 mu3， 就这样而已，对不对啊？所以刚刚这个题目你看看，最后 ANOVA table 整理出来的结果变557页最底下那个表啦，你看到没有？他把数字把它填进去了，看底下数字，你发觉它的 p-value 只有 0.004， 非常小，比 0.05 小很多啦，啊，然后你可以呢针对的这个Minitab 去跑，你看558页翻过来啊，最上面的 Minitab 跑出来的结果就是那个 ANOVA table 出来，然后告诉你一个 S15.323 啊，这个5.323是怎么来的呢？ 5.323 那个 S 呢就是那个 mean square error MSE 的开根号，也就是 28.3 的开根号啊。注意哦，那个 S 啊事实上是标准差的概念。那我们都知道了， MSE 是不是 sigma 平方的无偏估测量，所以 sigma 平方应该把它当作是 28.3 哦。28.3 那个地方是 MSE 对不对？是不是 MSE？ MSE 开根号， MSE 如果是 sigma 平方的无偏估测量的话，你可以把 sigma 平方当成是 28.3， 那 sigma 是多少啊？ 28.3 的开根号啊， 5.3 多啊，就是那样子啊。 R square 是我们下一章再讲啊， R square 加起来下下章再讲， OK。 然后这个地方有
confidence intervals CI 95% 的 confidence interval 95% 的信赖区间，你可以对呢这个题目里头的 mu 啊 mu1 你可以帮他算一个信赖区间， mu2 也算信赖区间， mu3 也算帮你算信赖区间。信赖区间大家同学还记不记得怎么算？13至15那个式子告诉我们信赖区间怎么算，记得吗？上学期第八章信赖区间怎么算的？信赖区间是不是 X bar 加减根号 N 分之 Sigma， 哎 Sigma 不知道怎么办，用 S 取代它，对不对？是吧？那各位同学你想想看 S 的话你应该用什么东西取代它了？ Sigma 平方，我们刚不是说吗，这个题目的 Sigma 平方就是不知道啊，用什么东西取代它了？各位同学，这边观念哦，你看啊 ，x bar 加减根号 n 分之 sigma 乘上 z 二分之 alpha， 这是我们所了解的信赖区间。现在你是第一个母体，那谈它的信赖区间。第一个母体所抽出的五个人算出来的 bar 叫 x1 bar， 那变异数我们估计它，我们假设它三个母体都一样，对不对？所以 sigma 都一样。因此这边的 Sigma 通通都是一样的 Sigma， 我们用什么东西取代 Sigma？ 因为 Sigma 不知道，我们用它的 unbiased estimate。 Sigma 的 unbiased estimate 是谁啊？刚刚所讲的 MSE， 对不对？不管你 H 为真为假，通通的 MSE， MSE 开根号是不是它 Sigma 的无偏估测量除以根号 N， N 你第一个母体是5啊，第二个母体也是5，第三个母体也是5，对不对？就这个题目来讲，是不是三个都是五，对不对吧？然后 z 的查表可以知道了，所以透过这个方法呢，透过这个式子，你看看啊，你要比如说你把62第一个母体的 mean 是不是62？翻一下，翻一下，是不是62？看到没？62加减2.179，哎，2.179是什么来的？2.179是吧？就是 Z 啊，哦，对不起，这边不是 Z， 由于你用 MSC 取代它以后，就不是 Z 了，就变成什么？就变成 T 了。T 的自由度是不是要跟取代它的这个 S 的自由度一样？请问 MSC 的自由度是几个 ？MSC 自由度是几个 ？N 刚讲了 ，NT 减 K 啊。然后二分之阿尔法，现在 NT 减 K 是多少？ NT 减 K 是几个自由度啊？ NT 是多少？15，这个是多少？15减多少？减3，是不是12？自由度是不是12？ MSC 的自由度是不是12？查那个 T 12个自由度的 0.025 的，去查一下，它会得到 2.17，这都可以用手算啊。所以你看看558页最底下那个13至15那个东西，你把数字一个一个把它带进去啊，你会得到62加减 2.179 乘上根号5分之 5.323 啊，每一个地方是怎么来的我刚刚都讲过了，所以得到结果是62加减 5.19， 这个就是你在13至5那个报表的那个 A level A 所右手边所得到的 95% 的信赖区间，电脑就是这样帮你算出来的，这样懂吗？其他的两个信赖区间也可以如此啊，这样子如法炮制啊，这样去计算它，报表可以这样去阅读它，好吧？时间也差不多了，有没有什么问题？都没有问题的话，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好不好？好。